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茶籽。茶籽，对，这是大颗种的。怎么会这么大一颗啊？它长出来就这么大啦。这很像栗子哎。对，好像哈。对不对？而且好硬哦。这个多硬？你有没有晒干啊？哇，好硬哦。你好，真的很硬哎。对，怎么样？这晒干啊。晒要晒多久？差不多晒一个礼拜多。就放在这边，那如果下雨怎么办？现在要收啊。要收啊。所以晒一个礼拜，让它天然的被裂开。裂开来。这个就是要裂不开的，没有成熟。那怎么办呢？用脚夹踩一下吗？像我们就有秘密武器啊。什么秘密武器？这个啊。哎呦。是哦。对呀。要把它供起来哦。要供堆啊。真的哦。要打开啊。要打开哦。对。啊。说实在，因为我平常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也有习惯带铁锤出门。我刚刚其实有摸到啦，我有摸到说，哎呦，到底是不是要拿来供这个？果然是，对，这样供就好供多了。对，但是你死力也要适当哦。不要把那个啊，我打碎。台湾鼎鼎。苦茶油自古以来即被视为稀世珍品，如有东方的黄金议题，营养价值比橄榄油更精致，为世界上最好的油，更因此被誉为世界油王。在苗栗有个茶油世家，每年可生产上亿颗茶籽，不仅全年都产油，据说还能够让苦茶油不只是油，甚至还能够保养皮肤、滋润头发、身影保健肠胃。究竟这黄金议题有多厉害？听说这里的苦茶油，它居然可以一年四季都收哎。苦茶油不是一年一季的作物吗？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哥，你在采这个苦茶的果子哦？对对对对，苦茶油啊，我之前去拍那种古法炼造的苦茶油啊，一年才一次哎。是啊，你们这边一年四季都可以哦。我们这边也是一年一次，但是我们呢，就是采收的时候呢，拿储存起来。哦，储存起来，所以你们这边量很大。对，所以我们呢，一年四季呢，365天呢，每天是供应新鲜的苦茶油。苦茶油，对对对。苦茶油之所以珍贵，在于油茶树必须种植5年以上才开始一年一次的结果，而同一株油茶树还可以同时开花结果、怀胎带子的奇特现象，让油茶树又被称为月子树。扎实的树干还可以拿来当做成擂茶棒。可以说是整株都有用处。现在我们拍摄时间为10月底，也到了采收季的尾声，赶紧帮忙大哥采收最后一批茶籽吧。好，有哦。哇，上面还有连体婴的茶。蚂蚁。有蚂蚁呀，那个才好可怕哦。所以我们这边是有机的。我们最有机的没有，吓死人了啦！我刚摸到一只炮，全部都是蚂蚁，好可怕哦！突然间爆开来，哇，吓死我了。好，现在定了一下神。刚才你知道吗？我那颗是它是已经爆开的，然后呢，我想要一拔它，全部那个蚂蚁呜跑掉。为什么蚂蚁会去吃茶油？因为它这个它的那个时间到了以后。啊，它的那个甜度比较甜，所以蚂蚁很喜欢吃。还有甜度的、哦？对对对对，所以茶油不就茶油吗？怎么有甜度的？这个榨出来的茶油，如果是好的，又香又甜，又润喉，又润喉、哦。对对对对，我现在比较大胆的，我把这只拔下来给你，大家近距离看一下。这个交给你，来捏一下，捏一下，看看，这是蚂蚁窝、哦。蚂蚁窝。哦，好帅，好帅啊！哦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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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，好多，好多，好多！好，我们证明了这个苦茶油呢，苦茶树的茶籽呢是有机的，好不好？没有农药，我先下来。楼上的要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好，我小心，我小心。蚂蚁攻击了。这个蚂蚁攻击。对，看到很多的蚁人。它这个香啊，又香又甜。所以蚂蚁它很喜欢。我确定你是客家人。哈赶紧呐，赶紧呐，又香啊。对呀、啊，又香。大哥表示，油茶树从开花结果到采收时间长达1年，是所有食用油中最受到大自然孕育、吸收日月精华的果实。但它的采收期却只有短短的25天，需要趁茶籽最精华的时刻赶紧采收下来。而采收的新鲜茶籽还需要进行曝晒，将水分晒干，才能够进行榨油。阿姨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茶籽。茶籽，对，这是大颗种的。怎么会这么大一颗啊？它长出来就这么大啦。这很像栗子哎。对，好像哈。对不对？而且好硬哦。这个多硬？你有没有晒干啊？哇，好硬哦。你
你好。哦，哎，真的很硬哎。对，怎么样？你这晒干啊。晒要晒多久？差不多晒一个礼拜多。就放在这边，那如果下雨怎么办？现在要收啊。要收啊。所以晒一个礼拜，让它天然的被裂开。裂开了。这个就是要裂不开的，没有成熟。那怎么办呢？用脚把它踩一下吗？像我们就有秘密武器啊。什么秘密武器？这个啊。哎呦。是哦。对呀。要把它供起来哦。哎，要供堆呀。真的哦。要打开呀。要打开哦。对。啊。说实在，因为我平常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也有习惯带铁锤出门。我刚刚其实有摸到啦，我有摸到说，哎呦，到底是不是要拿来供这个？果然是，对，这样供就好供多喽。对，但是你死力也要适当哦。不要把这个啊，我打碎了。那没关系，这个没关系，这好的。对，这是最好的。哎，你看哦，哎，真的耶，各位，你们不要以为拔下来这黑色这个里面就好了。黑色里面还有这个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要榨出苦茶油的最主要的核心。壳呢，还是一样是那个渣，对不对？壳应该不含油脂的，不含油脂。哦，这个油脂是这个，这个可以现在生吃看看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不行，这里面它还有那个皂素啊。皂素对人体是不太好。哦，皂素生生的不太好，生生的不太好，对，要经过烘烤之后煮熟，对，煮熟，炸成油之后才好，炸的油才可以。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好 ，OK，OK，OK。继续敲哈，敲。采收下来的茶籽，再进行一周的曝晒，再以手工拣选的方式，把茶籽中的杂物及不良品筛除，最后将茶籽外壳脱去，才开始进行榨油。而大哥的炼油法也和古法人工油车榨油有所区别，榨油工作全程交由机器来提炼，以低温烘焙翻炒的方式，将苦茶油以冷压法提炼出来，不仅可以减少人为、空气和原物料的接触，让苦茶油保有最纯、最天然的油脂，同时也因为冷压法炼油。还可以让茶果中最珍贵的营养成分完整的保留下来。董事长，你们这个机器的设备啊，这个结构很像这个古法在造苦茶油的茶饼，对不对？这每一块也是一个饼啊。不是，我们这个是过滤槽。过滤槽，过滤槽，它也要压，对不对？也要有人压吗？没有，不要，不用。它用自动用那个马达，那个要用很小很小的。压力啊，去给它输送就可以。是，你太大，它过滤的不清楚。了解，你看这边一个一个十几个口红都在滴出纯酿精致的茶油，我可以喝吗？可以啊，我那一点你自己带来。好，怎么样叫最好的茶油？哦，我没有要喝那么多哦。对，罗董你好大方哦。你看看，我们做出来的。亮亮耶，它比橄榄油还漂亮。你这个喝起来的有甜甜的，香香的，口水会吞。这个好油，你喝看看。所以这个油呢，喝到身体里面会对我们造成负担吗？不会，没有好处。它这个油越好越纯，它的酸价越低，人体的吸收的越好。了解。哎，很香哎，而且不会让我觉得有恶心感哎。刚刚你说会太多啊，我看你准备不帮我后掉。所以你本身有提供续杯对不对？续杯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可以嘛哈，到这边可以。无限畅饮嘛哈。哎，对。哦，无限畅饮，哎，好喝哎。你喝到后面会甘甘甜甜的，很顺，像喝那个高档的茶叶一样。真的耶。经过7到10天沉淀过滤的苦茶油，将油中的磷脂质给过滤干净，让大哥的苦茶油可以说是金黄透亮，几乎看不到一滴杂质。大哥也自豪地表示，这样去无纯净的榨油方式，才可以把苦茶油的好处发挥到极致。而大哥对于苦茶油的新鲜度更是严格把关，油品新鲜指标的酸价必须测在0.5才可以出厂，酸价越低，油品质越新鲜，这样才可以让大家享用到最纯酿鲜榨的苦茶油。好，干杯！哇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3杯都是苦茶油。对。3杯的颜色不一样，绿、黄、褐色。褐色。对，那为什么我这个可以干杯？啊，因为这个你看它的颜色，有这么多丰富的叶绿素跟茶多酚。是。那对我们身体是非常好的。OK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比较
侧油比较稀少的那个小果珍珠果的品种。哦，也是茶油。也是茶油，它等级比较高。真的要干杯哦？随意就好，随意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可以先含着，含在口腔里面，然后慢慢吞进去，有一点口干口干，可它会回甘。对，真的是蛮香的。接下来呢，苦茶油做出来的料理那就不一样了，可以有很多种变化。首先，生菜沙拉是一定要有的。对，在我们国外西洋的方西方世界用橄榄油哦这样拌，我们就用茶油。没错，而且我用刚刚你喝的小马尼克这个绿色的哦，这个苦茶油就叫超级食物。嗯，因为我们刚刚不是看了三个颜色吗？对，我们是保留最自然的，原汁原味，没有经过任何化学提炼。接下来呢，这一道就是最经典的那个茶油鸡汤，这是你这种油？哎，对，就是用这个黄金色的大果的。而且这个油啊，你这个捞起来，哎，我们可以拌饭拌面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个做法就是跟麻油鸡一样，我们只是把麻油换成是茶油，来直接喝它的汤。对，直接喝汤。这个汤呢，就是有姜的香味，因为一开始我们是用茶油先炒姜。哎呀，清香，而且是真的是整个暖起来了。站正点，那这一碗是什么？这一碗呢，也是超级食物。嗯，里面有雪莲子，还有薏仁、石谷米。那我们把它煮熟了之后，就用茶油跟油膏放一点蔬菜下去拌，好吃呀，什么米都可以。好吃，现在人讲究养生，蔬菜用拌的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还有更好吃的，来什么？这个，你看这什么？梅干吗？茶油做的猴头菇梅干菜，哎，你就可以拌着吃。这是猴头菇梅干菜，好吃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吃这个。刚你是吃的客家梅干菜，还有这么多，我让你吃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要到意大利来了，我们用茶油。这不是肉酱，这个是熟食的，是这个。真的，这是意大利肉酱的感觉啊！这个是拿破里酱，有点像披萨上面的抹酱。对对对对。茶油跟蘑菇、番茄，然后彩椒下去熬，喝酱。你以前是厨师对不对？我不是厨师。你不是？不是，我是为了要推广茶油，然后呢？是嫁来这边的时候，因为你是媳妇嘛。啊。嫁来这边的时候，知道公公他们一家的产业，你先生的产业是做这个，所以你就投入在这上面。对啊，这是没得选择的。可是我觉得怎么有点什么无奈感？因为那是很幸福吧？因为你到这客家庄呢，其实家族整个是做这个事业。嗯，我们大概做四十几年。对。那从阿公那个时代是做茶叶。对。那你嫁进来，其实你没有得选择，做这个你就是要继续传承嘛。对。好，那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呢，像我公公他就是以原料起身。对。早期要去跟农民收原料，收茶籽晒。那到我们这一代，我们把它榨成油，我们要把它变化的应用面多远一点？对，橄榄油可以这么多元，茶油为什么不行？没错，你这个媳妇是好媳妇。那这个不只是延续传统产业之外，还要创新，对，要文创的概念在。苦茶油具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E 以及三茶甘素，不仅能够开胃、促进食欲，甚至还具有抗氧化以及延长细胞寿命等优点，是食用油中的上等极品。大哥每年生产上亿颗茶籽，全家族更是齐心协力，合力经营推广苦茶油。第一代种植，严格把关炼好油；第二代致力于推广各种不同苦茶油的料理方式，就是希望大家能食得健康，吃得安心。无奇不有，福尔摩沙五花八门，跟着我的脚步，给你超乎想象的台湾 Daily。